Morning, guys. 今天是周四，早上6:40啊。今天是已经是 Rafa 的第四天了，还有5、6、7、3天，所以我今天最少要完成60公里，才能达到这个剩余的250公里的1/4哈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同志们，第一缕凉光啊！现在过个桥，旁边是1号高速，准备等会儿和勇哥跟 Seven 还有天勇哥汇合啊。马上就要到这个 Mission Bay 了啊，希望可以跟他们都偶遇。来，可以，可以慢一点骑。OK， 现在又到这个桥这块了啊，跟大家汇合了。Good。
开，骑到后边，来朋友的斧头看一看啊，有杯子，调一杯咖啡。感受一下 Seven 哥的马动啊，还是气动车里边还挺快的啊，一样的奥迪 Quattro DI2， 使得不错。它明显腿长啊，啊，雨伞。OK， 在朋友那儿喝完咖啡，然后再接着自己骑个二三十公里啊。现在到 Viaduct 这边，这边有一个这个。有一个这个轨道哈，非常危险，在这边骑的时候一定要当心。OK， 啊，漂亮，圣诞树，上桥到纽马克，接我的狗儿子路。来二七七这边接狗儿子。My driver will be back. Who is this? Hello, Jaja. 等等，哈哈，Jaja。好嘞，准备装车。Jasper 就在我旁边了。Jasper， 哎 ，shake hand， 等太久了，生气了。OK， 今天大概骑了47公里啊，然后又离 Rafa 500更近了一步。今天骑完就290-500了啊，还差210公里，是不是？站着，估计。早上起来，老婆带他去遛他来着哈，然后差不多8点多钟，我老婆上班，就把他搁在车上待1个小时，但是也给他开空调了啊，挺舒服的，自己小包间多好。好，等会儿今天回家准备我美好的一天啊，去趟公司。OK， 我们明天再见。拜拜，来，来个拜拜，来着。